伊就有自己的家务。我哋嚟到马鞍山郊野公园啦，今日要去嘅地方咧就系昂坪草原。咁昂坪草原咧，我第一次听嘅时候，我以为系东涌嘅，但原来咧系喺马鞍山呢一边嘅。咁马鞍山郊野公园呢度咧有个免费嘅停车场嘅，车位都算唔少。咁如果揸车嚟咧，就可以考虑泊呢个停车场啦。其实未上山之前咧，呢度已经有一大片嘅草地啦。咁出发前咧，可以去咗公厕先。而家咧就经呢个马鞍山下村，咁就沿住呢条车路一直咁行，行马鞍山郊游径啊，唔系郊乐径啊。第一个分叉路咧，就应该系行左边昂坪呢一条。那边咧是去马鞍山探索馆的，沿路咧都是又平又斜又阔的石屎路，暂时都是啊。上到中段，仲有一个山上面的停车场啊，都有一段上山的石级。啊！顶硬上啊！好劲啊！负重6kg， 爹哋少少啦。原来石级呢段路都唔短噶，拍得住上次去龙虾湾。嗰次抱佢哋啊，哇！负重训练走到啦，见到有光啦，头先有头人帮手打气，加油啊！到咗传说中嘅凉亭啦，啊！咁咧见到个牌，如果行企咧下咧就系弯曲山，但系带住狗仔太难行啦。所以我哋咧就会去昂坪营地。见到大金钟啦，不过今日带住佢哋两个咧。就唔上去啦，因为都算係一段高难度嘅山路嚟嘅。咁见到大金钟呢，同埋见到呢棵树呢，就证明你已经到昂坪草原啦。到咗昂坪草原啦，呢度係香港少有嘅高山草原，可以望到西贡同埋马鞍山啦。唔止啊！原来再上嚟呢度咧，好大片草地啊！发达啦，今年哇，条啲发达啦，条啲。我都系第一次嚟呢啲高山草原啫。好大啊呢度。唔怪得啲人话嚟过一次呢就会撞上嚟㗎啦。Coffee 最喜欢就是有自己的家务。Coffee 好好啊，明白。
coffee 抢咗，踢啲，踢啲有啊，踢啲。喂，佢摆咗个橙喺你个大髀。弟弟食生橙识唔识啊？我毛毛最顶，系啦，咬一半，捏捏。弟弟，乖乖。喺呢度可以吃一个晏昼啊！收翻架步先，我哋收拾行。走啦，沿路折返，下次再上大金钟。多谢你收睇我哋嘅短片。睇完咧，麻烦你，希望你可以俾多个 like 我哋，同埋订阅我哋个频道，仲要揿埋隔篱嘅钟仔，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下一条片噶啦。拜拜。